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为我的蜡像，然后来做量身。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然后中间也会有许多技巧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技巧，就是要有定力。什么叫要有定力呢？就是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，突然一下就